欢迎收看天天体育特别节目《飞扬的排球》。大家好，我是李鹏。大家好，我是杨萌。刚才我们看到身后这些非常帅气潇洒的小伙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了。他们是北汽男排的全体队员们，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欢迎他们。当然了，在今年呢，我身后的这些帅小伙们又多了一个身份，那就是2012-2013赛季男排联赛的冠军得主。是，其实我不敢肯定他们是最强势的冠军，但是我敢肯定他们是最帅气的。这种帅气呢，不光体现在他们今天的着装上，更体现在他们拥有一颗对冠军渴望的心。This is the final of the competition of the championship. 人生也没有几次能有这种冠亚军的比赛。八一队拿到五个赛点，哎呦，真聪明啊！直接发一个前调啊！总决赛第一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北京体育男排2-3惜败给了八一男排。北汽队第五个赛点，啊，拦网给钟维军，有效的拦起，给王琛的后二，好球，这球界内。还有六个冠军点，一传做好，选择哪个进攻点，一传不好，垫条王琛，对方保护起来，给赵一晨拦网得分，球拿下了这场比赛。北京体育男排获得了2012-2013赛季中国男排联赛的总冠军。刚才我们回顾的是那样一个特别让人激动难忘，而且又是创造历史的一个瞬间。相信每一个球迷在看到那个瞬间的时候，心情都会被调动得非常的高涨。没错，即使几天以后了，这种心情也难以平复，依然会回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是的，因为北汽男排的最后一场比赛呢是在客场比赛，很多北京的球迷无法赶到现场去助阵，但是我们都通过电视屏幕来见证了那样一个瞬间。同时我们也特别关心的是，在夺冠夜晚之后，我们所有的队员们当天晚上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来，我们先问一问特别活跃的之一赵毅，好不好？来，赵毅。我是第一时间给我父母打了一电话吧，然后告诉他们得到冠军这个消息。当然，父母比我肯定是先知道，然后，他们也很高兴吧，然后觉得因为打了这么多年排球，然后能够得到这样一个顶级赛事的这么一个冠军的荣誉，然后感觉真的是很为我骄傲吧。赛后哈，第一时间我们也是通过直播的画面听到了主教练李指导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的那番话。当时其实我还挺意外的，因为这个冠军我们盼了一个赛季终于拿到了，但是您当时好像特别冷静，特别淡定。其实表面吧，应该是没有特别表现出那种喜悦的心情，但是实际上，非常开心。只不过因为还是沉浸在这种激烈的比赛当中吧，没有完全跳出来，所以，没有表现那么张扬。所以在可能接受完采访的时候，真正回归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您夺冠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跟每一个球员吧有一个拥抱，包括跟我们的教练团队。因为一个赛季非常不容易，感谢大家吧。我们平时没有这种举动，就是在夺冠以后，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个男人式的拥抱。
我特别想知道萨尔瓦多他到底都做了些什么，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个片子，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片子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非常新鲜的消息。I think it was before the first game in Beijing. Wow! What the fuck? Wait. Do a stripe. Good job. This is her. Hey, Sam, pick out his emeralds. 答应我什么事啊？的承诺吗？我不要了，不要了，不要给，不要给我，都踢成这样了。我们看到王景欣现在头发就是萨尔瓦多最新的造型，对吧？这绝对是萨尔瓦多式哈，萨式风格，对，萨尔瓦多 style。我们来问问萨尔瓦多，为什么在夺冠之后的第一时间要把他的头剃得和自己一样？I feel he need to put it to the left. No, like we've been speaking in during the season that Beijing never won the championship, and one of our wish was that one of the guys, if we win the championship, do something crazy, and we thought that something crazy was made like my haircut, because like not many people like it, or many people, if you have it, like it, if you don't have it, you hate it, and we decided that Star was a great guy because he's the older guy in the team to do it, and you know.First time Beijing get the championship after a long time, and we was exciting, and we was just waiting for the right moment to do it, and we did it by the time that he was like smiling and talking on the phone, and we just came inside and was amazing. 王景星，这必须得说说了，你喜欢自己的这新发型吗？实话实说，很不喜欢。啊？但因为当时他那一推子下去以后。我觉得还是别反抗了，让他剃吧，万一再来一推的就可能变成秃子了。我听说是因为你们之前有过这个承诺，是不是？是开半开玩笑似的说，如果我们拿了冠军，我就会把我的发型剃成你这样，有过这说法吗？开始他是当着全队说的，完了呢，但是很多人都给否了，结果到我这儿，我一想。既然玩嘛，就玩大一点吧，而且也没想到他会很在乎这个赌注，结果后来只好愿赌服输了吧。先说到这个冠军呢，我们在关注排球总决赛的这三场过程当中哈，真的是经历了一个好像是过山车式的心理过程。第一场我们在主场特别想拿下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没有拿下，到了第二场呢，客战吧。好像看似我们很没有力，或者说困难很多，但是我们恰恰却是以3-0这样一个意外的成绩回报给了很多球迷。我不知道在这两场之间发生了什么，这几天的生活你们是怎么度过的？我们问问在很多场比赛当中都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精彩表现的队长王琛。天时地利人和已经对我们不是特别有利了，但是我们要去面对，然后怎么去面对，这就是一个新的课题。反正大家在那几天的时候就是互相交流沟通，鼓励队友，然后教练也会给我们做一些工作，更多的是思想上的一些东西，因为短短时间几天技术说能提高多少不太现实，更多的就是心理，就是队里的作风团结，我觉得这次体现特别好，就是一定不能让八一队轻轻松松的就把这个冠军夺走，我觉得我们北京队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就是这几天特别的强烈吧。坐在这个地方的有很多的队员，但是呢有一位队员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而且对于他来说应该是在一年之后重返北京电视台的演播室也会有自己特别的感受，是吧胡总？去年等于我跟薛明一块儿来参加金玉的一个冠军这么一个特别节目，完了自己当时在台底下就是观众席就想着什么时候排球北京男排能够有这么一天，当时就一直想这个事儿，后来跟薛明也聊这个事儿，就觉着如果有这么一天，就是感觉自己打这么多年排球也没有白努力白付出啊。当时有没有想到我们在这个赛季就真的可以实现了这样一历史性的突破？
说实话没太敢想，反正可能觉着这么两三年估计有这么一天，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来到了啊。嗯，对于李牧指导来说，这个赛季的变化那是太大了，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吧？好多大事儿哈，都在这一年当中发生了。比如说去年十月份，李指导是收获了甜美的爱情，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一个男人家庭和事业，都非常重要。我觉得不能完全说哪个更重要。我觉得能够在带队期间收获一份爱情，包括得到一个美满的婚姻。对我的人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我的事业、我的球队、我们一个整体能够在通过半年的艰苦努力下拿到一个冠军，这个对我的人生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影响啊，这种成就感吧，应该也是无与伦比的。我们知道2009年的时候呢，北京国安队16年圆梦，夺得了联赛的冠军。而在2012年呢，北京金鱼男女篮是双双收获联赛的冠军。在2013年的开始，北汽男排也为北京这座城市呢是再添一冠。没错，这四年当中哈，拿到了4个冠军。嗯，北汽男排在这一年2013年的2月3号又收获到了我们北京排球的这一个冠军。不知道这个冠军在这四个冠军当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又给北京我们这座城市带来了些什么呢？今天在我们特别节目的现场，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京城媒体的同行代表，他们对此也是有话要说。首先让我们有请北京体育广播排球专项记者杨晓轩。这个赛季我给北汽男排的关键词是变化。首先是三名外援的到来，使我们的球员们在战术打法方面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变化相应的也带来了心理的变化、主教练管理上的变化等等，但是应该说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在成绩上的一种显著提升，这个变化是最值也是最高兴的。下面让我们有请的是京华时报的排球专项记者刘旭辉，有请。这个赛季我给出北汽男排的关键词是爷们儿。正像赛后王晨也好、杨帆也好都提到了，我们打出了北京爷们儿的这口气。确实我们靠着这口气在客场逆转了8-1，靠着这口气打出了永不放弃的北京精神。我还想提醒大家要珍惜现在这个局面。北京排球的春天到了，谢谢。好，纯爷们儿哈。来，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北京电视台排球专项记者于快。我给出的关键词是抬头。那么我们知道跟队这么多年，我们看到整个球队可能到任何一个地方比赛，包括我们随队记者，其实可以说真的说是有点抬不起头，因为我们的成绩不够好。那今年我们终于在最后一场比赛看到了那个北京队的小伙子们终于抬起了头，而且他们喊出了我们是冠军的口号，真的感觉到非常的欣慰。下面让我们有请的是原北京女排队员、原中国排球网副主编、资深排球记者杨玛丽老师。我给出的关键词是惊喜。我觉得这个惊喜呢，从北汽队在本赛季一亮相就带给我们了，然后在比赛中他们不断的给我们惊喜。现在我经常都在半夜醒来还在想最后的比赛，我觉得他给确实是给北京排球带来了春天。这个赛季当中为什么我们北京队在受关注度上会更高呢？毋庸置疑是因为有了三个外援、三个新鲜的面孔来加入。那这个赛季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场上的精彩，同时可能在生活当中也让我们更了解他们了。对，比如说在场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抢眼表现的萨尔瓦多，生活当中他也是一个特别开朗、特别高调的人。对，我知道萨尔瓦多有一个跟大家沟通的小途径，就是他的微博。我想问问萨尔瓦多，你在中国来之后为什么会选择通过微博的这样一个方式更多的跟大家交流？我看你经常发一些消息或者自己的感受啊、生活呀、在微博上。 Actually, I am a communicative person and Weibo is like for us in Europe like Twitter or Facebook. You know, I like keep in touch with the fans because normally during the game they can go to the court to say hello, to get a picture. And, you know, this is, for me, the best via to communicate with our supporters because we are a good team, but we can't forget our supporters back in Beijing that they were amazing in every match that we've been there. And in the first final was a whole full and was really good. And, you know, all these guys
is always answer our everything that I do on Weibo, and you know, it's amazing feeling for me, a nice experience, and I really love to be in contact with all supporters and all our fans, because they are the one part of the reason that you want to be better every day, because you want to show them every day what you do and how hard you're working, and you know, all this happiness you can share with them, and this is a great feeling for me. That's what I do always. I am always on Weibo. 有的人特别的喜欢萨尔瓦多，因为觉得他的这个性格特别的活力啊，觉得很张扬、很激情。但有的人呢，可能也有自己的意见，觉得这有些华而不实啊。有的时候他得分很多，但是丢分也很多。所以萨尔瓦多，你自己如何来评价自己的这种性格和风格？Yeah, you know, everybody have different style. This is Bollywood. And I found my one, my own style. This is my personality. I get identified of my personality for hard serve and good spike. Other players are identified for a good set. Other players are identified for a good passing and blockers. And, you know, I find my talent pretty early. And I just try to do my best every time and to keep going, that what I always at best do. 萨尔瓦多个性非常的张扬，有很多人很喜欢，但是也会有人提出一些担心啊，这么张扬的个性，这么活跃，在关键的时候万一掉链子可就不好了，对吧？比如说在总决赛第一场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萨尔瓦多当时有一个发球胜赛局的一个关键的发球，那个发球当时失误了，如果那个发球成功了那该多好。所以这样的失误是不是也和这种张扬的个性也有一些关系？You know, this is like difficult situation that no many people have it. You know, we are a professional and we have to set the life at the games how it's coming. I had a good feeling these days. Coach always says to me that you can manage yourself how good you feel at that day and do it yourself what you think it will be better. And in this, by the time I was feeling like really good, I was playing good game and I was feeling able to do it the ace or to do it like a hard save to try to hard a three blocks man and make a defense and win the point. But you know, sometimes working, sometimes not. In the long season, been working many good times and in this moment no work. And you know, like it was one chance, but after that you see. 那其实由于生活的原因还有工作的这个原因呢，萨尔瓦多也是在各个国家当中有过生活的经历哈。那我知道他今年来了中国，跟北京队有尝试了一项很中国特色的事物，针灸。我听说这个在你的微博上看到一张照片，就是在总决赛客战之前，张大夫特别给你进行了针灸的治疗。Oh yeah, we have a great doctor, and he's a good guy with the acupuncture, and you know, it's this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is like really good. You know, they keep me in shape, they keep Fred in shape, they keep fast everybody here in shape. You know, I think that the doctor that we have right now is good, because he was able to keep everybody in the team in shape still the finals. We know how the injuries and we know how the nothing, and like everybody was like 100% able to play good volleyball and high level good volleyball. And you know, I have to say thanks to the doctor for sure, because he's part of the team too. He have his important moments in the team. You don't see it on TV or you don't see it on the game, but he's always there with us in the difficult moment when we have a pain and when we need him, he was always there. And I have to say thanks to the doctor too.聊了再多，但是呢，我觉得都是萨尔瓦多比较理性的一面，坐着看不出来他的这种特点和风格。没错。但今天咱们有演播室啊，有现场，咱们的观众也有眼福了，因为我们将邀请萨尔瓦多呢，给我们现场带来自己的一段才艺的表演。听说是一段非常激情的舞蹈，你们都见过吗？都没有见过，有的人见过，有的没见过，是吧？来，我们掌声欢迎萨尔瓦多，好吗？¡Mueve la cabeza!
谢谢大家。郝雅不只是仙风之表，更是非凡传奇。时光荏苒，物换星移，郝雅始终引领着精准之表，缔造传奇。郝氏造时势，来好时之吻 Kisses 巧克力工厂，感受独特美味。小身材大味道，好时之吻 Kisses 巧克力缤纷欢乐装新上市。都说年轻人扛不了重头戏，我靠肩膀扛给你看。当肩膀没有头屑困扰，才能专注挑战。新海飞丝男士专用，动力芯激发三重去屑力量，深入快速持久去屑。男人无屑肩膀，赢得挑战。新生代男士去屑，当然海飞丝。保洁。日立正在用 IT 技术结合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打造更加环保便捷的城市做贡献。日立 Hitachi。远与风，动如风，全新胜达。Hyundai。情人节快乐。还带了德芙，乖。可是你带的不够多。别乱来，它是我的。哦，好吧。德芙浪漫时光，纵享丝滑。哇，年兽哎！马牌给我。吼吼！闹派！啊，下次我要牛牛薯条。麦当劳鸿运茶点组合。远与风，动如风，全新胜达。Hyundai 过吉祥年，喝加多宝，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过吉祥年，喝加多宝。快去集合来了，都出戏了，快给我！我会再来。麦当劳麦趣集合。每张照片都有一个故事，当然有的故事比别的要长。好，大家准备一起说。茄子子，好了。For practice? Yeah. Good morning. We're headed to practice. Salvador, our teammate, shows up late every day, so we're just gonna leave.
这边。谢谢。Oh, there's the press. Oh. What press? You are a handsome man. You are a handsome man too. Oh, thank you, Abby. Oh,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这段视频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看太专业了吧？我们特别想邀请布林克曼，是不是想来电视台工作？Yeah, well, we can talk maybe after the show. If you want to make an offer, I'll gladly listen to that. 那你觉得哪个工种你最喜欢 ？Yeah, maybe I can do a little video editing. But no, but really, this was my first time doing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I just had a little fun with it, and it had some positive reaction, and I'm happy about that. 我们也想问问布林克曼，他在这个排球的职业生涯当中，除了来中国，还在哪里打过球？好像经历过其他的联赛。I've been all over the world. I've played professional teams in probably 10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raveling with national team as well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s not many places in the world that I have not been. So, 如果再次向你发出邀请，你还会再在中国的男排联赛当中来效力吗？另外呢，对于很多的中国的球手，你认为他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更加提高的一部分？I would definitely come back to China again. My experience here has been amazing. The staff has been very welcoming to myself and the other foreign players. They work very hard to help us feel comfortable, and they've done a very good job of that. I mean, Chinese players are good. We brought some new ideas, I think, to them. And for me, I really think that they can set up a good block and defense system and just be a little bit more disciplined. And it takes a lot of work. And I think if they just stay focused on this job, then they can improve more. They already showed a lot of improvement from what I saw from the time we arrived and to the end. And I think it can just keep going upwards like this.其实球队当中的另外一名外援哈，曾经在加拿大国家队担任队长的温特斯，也是在场上带给了我们非常惊艳的一个表现。因为他是主攻手，这种攻守进攻的能力是可见一斑的。此外呢，他还可以接一传，所以给球队这个在一传方面又解决了大的问题。对，我不知道，选手没错，绝对是公认的全能型选手。我不知道温特斯是怎么样练就这种堪比自由人的防守的能力，同时又保有着进攻的水准的。I learned that to be on the court, it's not always just good to do one thing well. And I think that I found success in when I was younger, I was only an attacker. And I think I've just played so long, I've learned the other skills and tried to just improve in every aspect of my game. And it's just, most of it is just about effort. You have to have a little bit of skill, but you know, things like defense and improving your reception and being a consistent server is about effort and concentration and nothing more. So that's how I've improved in those areas. 在联赛开始之初，我们采访温特斯的时候，他说对于中国联赛了解的很少。我不知道这个赛季过去了，如果哈他的加拿大队友还会问他说，哎。中国的排球联赛怎么样啊？他会作何评价？怎么跟他的队友们、跟他的前队友们来介绍我们中国的排球联赛呢 ？Well, lots of people are asking me. Lots of players in Europe are asking because they know we're here. They want to know what it's like, what the players are like, the coaches, and I have mostly good things to say. I think the biggest thing for me is the Chinese players. They're not small.
I think the reputation of some Asian countries is the players are a little bit smaller, but I'm one of the smaller guys on the team. Most of these guys are taller than me, and the guys on the other on the other teams in the championship are really tall. So I think that's one big impression I got from the players. And of course, I said this a couple times. Every team, it seems like, has one or two, or sometimes three, like really, really good players that could play in Europe for sure. And I think if they just focus on these players, but also build the team around these guys, I think a lot of the teams can improve. 如果中国联赛还有球队再次的邀请你，你会接受这样的邀请吗？That's something between the club and my agent. Of course, I had a really good time here, and you can't ask for more than a championship. This was our goal, and we accomplished it. But I mean, I love it here. It's great, and the city is great, and the team is great. But you know, we are in talk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No, I think it would be hard for me to accept an offer from another team. You know, if I started in Beijing and we won, it would be almost not right to leave. If I stayed in China to leave Beijing and go play with another team. 这个赛季结束了，三位外援的到来，包括内援的到来，我们应该感谢和记住他们为北汽男排这支球队做出的贡献。嗯，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最后的冠军，是大家团结协作的这样一个成果。嗯、刚刚我们是欣赏了萨尔瓦多的一段舞蹈哈，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球手来说，他们不仅是场上技艺了得，场下的生活也是非常丰富。对，比如我知道队里的这个自由人刘一，就是一身的才艺，能唱能跳又能弹。今天不妨也借助这个机会给我们来露一手，欢迎刘一。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Yeah, yeah,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世界知道为何我们相遇，难道是缘分，难道是天意。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Yeah, yeah,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冠军，冠军，冠军，冠军送给家里人啊，支持我的人，我妈，我姥姥姥爷，包括我女朋友，包括所有的北京人。有些事儿想好了吗？想好了。我好紧张啊！我在拿 pad 翻了得有一个小时、俩小时写的，就各种款式、各种牌子、各种不一样的。我觉得还是这个还挺好的，估计我媳妇也喜欢。喜欢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零距离的采访可能跟我们说的话会不一样，我会给你一个话筒，然后你就上去问他，感觉怎么样啊？你夺冠最幸运谁啊？我懂了，行吧，这事儿行，必须行，这真必须可以吗？必须可以，必须的。嗯，这不能搁这兜里，这兜太鼓了，你这看出来吗？这里边还个戒指，这看出来了，看出来了，戒指，看不出来，这看不出来了。领子都没问题，发型 ，OK， 摆大了，不是呗 ？OK，OK， 发型 ，OK。Please, Mario. Okay, I do.You nervous? Yes. No, man. It's like play body, man. Don't worry. Okay. Oh, my. Yeah, good night.当所有人都准备妥当后，主持人把杨帆的女友请到了台上。这个可爱的女孩被事先告知，她将作为家属代表接受采访，并将作为嘉宾主持，对自己的男友杨帆展开一番特别访问。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夺冠之后你最想感谢的是谁？我觉得第一个还要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人吧，我们的球迷，爱我们的人一直支持我们人，然后就是默默在我们身后所有兄弟姐妹们，还有我的教练们，身后的家人、妻子、孩子、女朋友，包括我的父母。虽然紧张，但杨帆的回答丝毫没有露出破绽。直到这时，女友仍然蒙在鼓里，而浪漫的惊喜正在等着他。那第二个问题是，夺冠之后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个，其实夺冠之后我也想了好长好长时间，我觉得我想做第一件事就是向你求婚。李然然，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也。直播。我愿意。大点声。我愿意。他说愿意。祝福你们。来，把戒指戴给他，给他戴上。这个是好紧张。这大吗？对，行。还凑凑，还凑吗？祝福。高兴吗？抱一个。抱一个。亲一个。这是求婚，不是结婚。对。Kiss， 亲一个。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还要不要再看？不够真，对不对？来，那再亲一个，再亲一个，亲一个，对。来，然后这是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一个瞬间，对吧？有没有想到今天他会现场用这样的方式来向你告白？没有。真的没有。所以现在拿到这样的鲜花，你想对他说的话是？我就简单一点，我也爱你。好，今天接受了这捧花，百事群星贺岁片，把乐带回家。哇，有本事！娜娜，拍着呢。骗谁呢？那祝你百事可乐。还有百事可乐吗？情人节快乐！还带了德芙，乖。可是你带的不够多。哎，别乱来，他是我的。哦，好吧。德芙浪漫时光，纵享丝滑。快去集合来啦！都出戏了，快给我！This is the final of the competition of the championship. 人生也没有几次能有这种冠亚军的比赛。快一点，
拿到五个赛点。哎呦，真聪明啊！直接发一个前调啊！总决赛第一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北京绥山男排2-3惜败给了八一男排。本期队第五个赛点，啊，拦网给钟雷军，有效的拦起，给王琛的后二，好球，这球界内，还有六个冠军点，一传做好，选择哪个进攻点，一传不好，垫条王琛，对方保护起来，给赵一晨拦网得分，球拿下了这场比赛。北京绥山男排获得了2012-13赛季中国男排联赛的总冠军。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天体育的特别节目飞扬的排球啊。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的现场呢做好了很多准备，这里呢是由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他们是要做什么呢？这个正值新春佳节之际哈，咱们的笔墨纸砚已经备好了，各位队员呢他们是想用写对联的方式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一种祝福，当然也是送给他们自己。卡位卡得不错啊，29载蛰伏，一朝登顶。17年冲击，夺冠，对吧？嗯。好，现在横批也完成了，来，我们请几位队员把刚才写下的这个内容啊都拿起来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29载蛰伏，一朝登顶。那么下联呢是17年冲击，首次夺冠。横批荣耀北京。来，掌声送给他们。好，我们三位外援呢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他们将共同来完成，每个人都完成一个福字，对吧？对，把更多的福气送给您哈。我觉得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写的是什么，对吧？但是他们都可以照着这个字来画。他们在画画。对。我第一次看到拿着毛笔，看着中国的福字画一幅画出来。哎，不妨让他们三个，我觉得也可以比较一下，待会儿看看他们仨谁写的更好啊。好，完成了是吧？好，接下来我们请三位外援把他们的作品都拿起来向我们大家共同展示一下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布林克曼的作品啊，布林克曼的福字，我觉得还像是一个福字，对吧？还能看得明白啊。然后温特斯的那个作品呢有点田园风格的福字了，也差不多，说明他们俩学得很像，对不对？第三位萨尔瓦多的那个福字，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因为特别有蛇年的风格，对不对？而且特别的立体 ，like a snake， 像一只蛇，对不对？北京男排呢要向大家拜年了，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祝福内容，来，可以开始了。北京男排祝大家新年快乐，蛇年大吉，我们是冠军。
谢谢大家，谢谢，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再见。来，我们挥挥手，对，再见啊。